此次回归率先公开的抒情曲，虽然获得不错的成绩，但因公司策划超少的打歌舞台，即使是非常有机会，但依然许多次与一位擦肩而过。Either way I'm good， 唱不就打鼓。而在人气歌谣的节目中 ，F 凭着各项不俗的成绩，成功拿下一位，让粉丝们终于能看到女孩们在安可舞台上表演这首歌曲呢。三周的打歌行程后，终于能看到女孩们本次回归的首场安可，也算是完成末放舞台后给粉丝们的一个特别礼物。